皖东某驻训场，多支侦察小组携带无人机、雷达等侦察器材水陆并进，展开隐蔽渗透。坡度南环北斗，有利于我快速冲击突破。后方指挥所里，指挥员根据侦察情报显示的作战地域地貌特征、敌我阵地编程、兵力部署等诸多信息展开沙盘推演。我们根据侦察组获取的重要情报信息进行反复推演，全面深入了解地形地貌和敌情态势，做到战场环境明白，敌方动态清晰。在多支侦察小组的协同下，敌方碉堡、炮阵地等目标信息源源不断传回指挥所，引导火力分队有效摧毁敌坚固工事。前沿攻击队掩护扩张力量，开辟通路，此行。首轮火力打击后，破障组在多种火器的掩护下快速开辟通路，装甲步战车交替掩护，向敌阵地发起攻击。目标已锁定。面对敌方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猛烈的火力反击，部队分多路推进，对不同目标展开精准打击，成功夺占敌纵深要点。我们以加强装步连进攻战斗为课题，采取实兵对抗与实弹检验相结合的方式，按照作战一个过程连贯组织实施，全面检验装步连多路快速展开、临机指挥控制、快速冲击突破等综合作战能力。